怎么我会呢？这首歌好像之前特别火的，在学生时代吧，所以就是基本上每个女生应该都会唱。谁要跟我等下一个天亮的呀？要睡觉的还是早点睡觉哦，还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，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，你的热泪比我激动练习，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。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散花那里散步好吗，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把头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电影的话有版权的，没有确定的话还是不要看吧。这又有陆爷们看看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，有些情绪是该说给人听，你的热泪比我激动练习，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。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，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，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后面就不会了，时间可以默许我学一下，学一下，学一下后面的怎么唱。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，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照片送我好吗，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怎么今晚说要什么弹幕在这里说了，你们要睡觉的早点睡呀，干嘛呀？